艺人也是一般人，有求于人献殷勤，超乎常人。为了我要出国住我那个法国巴黎朋友的家，他要去信义区逛街，我9:30我就先到信义区绕哦，我就先停下去帮他占一个车位等他来。哇，你在旁边那个跪着换鞋算什么？因为他们好弱，一定跪的不止绑鞋带了。今晚9:00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